南星凤祥月今日出席品牌活动，在现场除了分享了与落日飞车合作的感想，同时也宣布了这个好消息。新专辑有什么消息哦？应该月底会发一首单曲。合作吗？这个大家还是敬请期待吧。现在吗？现在不要了吧？现在不要。之后如果跟落日飞车的演唱会，我可能会出来串个场这样子，也许机会看到你在落日飞车的演唱会。希望喽，希望。非常荣幸可能搭上他们的线这样子，也能够跟他们成为朋友，我自己很骄傲的事情。而被问到谢欣颖、王柏杰求婚一事，他也祝福小孩，很看好他们。这个消息是已经散布到哪里去了？已经求了吗？我不知道，他们很非常登对哦，对啊，非常登对，所以其实他们一开始在就是绯闻出来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他们应该会走得蛮长久的，祝福他们。对啊，华大采访组这边报道。